其实可能就是可能我经验比较多，所以才担任队长。当然，如果担任这个队长以后，当然是这个沟通桥梁，可能就是会像小孩子，如果有小朋友们，如果像新生或是一些年轻比较年轻的选手不懂的啊，可能来问我。如果我给予不了的，或是他们想要就是在更好的什么资源之类的，想要往上报的，那我当然就是要负起这个责任，我们再去往上帮他们协调看看这样。因为我们球队就是团体嘛，所以就是有时候就是我只是可能会大家讲出来的东西，可能就是以我去再转述给教练，就是帮助看有谁有哪里需要，就是跟教练沟通的，可能就可以直接跟教练去讲。所以我觉得一直以来就是龙猫就一直都是跟选手一直在沟通，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优势啊，所以会更了解选手这样。可能我觉得这没有太大的影响，是不是因为以往我当过，可能是我因为是捕手的关系，是因为捕手是在比赛过程当中或进行中的时候，是教练给我们讯息，那我们传达到场上让每一个位置的选手都知道。那相对场上每一个选手的有任何的讯息，我们也可以立刻让教练团知道，因为我们离教练是最近的。那在作战也好，或是场上的配置，相对我们掌握度是比较高一点。那相对是当队长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就是把选手整合好，然后有什么问题就提供让教练知道。那相对的教练这边有什么讯息，会也是会跟我们讲，然后我再去提供给选手知道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算是教练跟选手之间的桥梁啊，那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对我有太大的影响，因为不一定你今天是当队长你才去做这件事情。是以我的观点，我是觉得说只要你在球队年资高一点，因为你的熟悉度比较高，可以有办法去带领这些可能学弟啊后辈啊，然后让这个团队更好，然后整合他，不一定是要队长做这些事情，越多人去做这些事情的话，其实这个团队会更活络、更团结。对。我当然是你天棒若无好，你就去用脚拍，用脚咧出力。其实就是因为一年多没有蹲了嘛，就是其实还是多少有点生疏吧，可是但也还好，因为毕竟这是以前的工作嘛，对啊。那其实就是最主要就是希望可以争取到就是多一点的机会啦，就是可以希望可以在一军长一点的时间，甚至有多一点的出赛空间这样子。所以我就跟就是有教练也有跟我讲，那我也有跟教练讨论说就是看可不可以两个地方都练，就是捕手跟外，因为毕竟春训时间很长嘛，所以有很多时间可以去练这样子，所以就去就是就辛苦一点，多去练这样子，对啊。4、5。去年就是下半球季刚进来，然后有到一军比赛嘛，然后就发现说自己可能投了几场就身体疲劳，然后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稳定这样，就是强化下肢吧，然后把自己投球变得稳定一点，然后控球的方面好一点这样。其实也是因为换了球队，就是老板也换了，因为之前球迷都叫我签名要签背号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其实背号不会跟你一个样，所以这次借有这个机会，因为刚好可以换背号，所以我就想说换个零号好了，把前面的号码去掉。今年春训目标可能先放在自己身体的质量上嘛，就是觉得去年比较赛季中有这种受伤的状况，所以希望在春训就是做好自己，就是自己身体的质量，然后就是减少受伤的可能，然后毕竟赛季长，所以需要保持自己身体健康比较重要，然后再一方面就是自己手背的问题，就是主要希望能在春训中多加强一点，这样子。
因为他是这样，因为你的，我发现你的面是正的这样出去，如果你是这样出去打到去，我都接到对，就顺着四就出去了。就有时候看他们年轻人练的真的摆诶、欸，去球场摆设的，大概四五点我觉得可以的，可以。好不好？哇，今天的课表，等一下我们会跟着野手一起做操，那做完操之后，我们就去击球了，再来简单的接球，让身体去适应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课表。其实，在成绩方面，自己这个东西真的是比较难掌控的。那其实我对于自己可能在身体素质上的一些要求，我觉得我比较想要朝这个方向去突破。那所以在季后的时候，就是有跟训练师讨论，那就是我可能有哪一些地方我想要加强的，那就是再把它衔接到。春训呢，就继续的可以，希望可以一一的突破自己的身体素质，就是希望自己可以一年的比前一年还要更好，这样子。就是尽量去把比较不足的地方做到最好嘛。那训练量就是尽量去做，把春训的基础打好。那也不会去特别设定什么。那因为之前有受伤过，所以。每年的目标其实就是真的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。可能前几年有进来有一些伤势问题啊，然后还有一些遇到一些很低潮这样子，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在一军找到出赛的空间这样。那去年其实自己身体状况其实真的还不错，那加上也整年也没有受伤，所以我就去年在二军也好还是在一军，我就自己的状况还有身体感觉都还不错。那最主要是就是因为毕竟从捕手这边慢慢就是有一慢慢回来这样子，那我就是跟着刘家豪教练，然后就是从练习上去做一些基本的东西，那就是把一些基本动作，就是一切还是从基本开始做起了，因为毕竟一段时间没有蹲捕了嘛，就是还是把一些基本动作然后去练扎实一点这样子。对，以我往常的个性的话，其实在春训的时候我是会给自己一点目标，可能就是强化自己身体。这个目标，这是一定每年都会一样。如果新的球季的目标，可能我还是会跟以往一样，就是身体健康啊，为球队贡献这样。其实都很简单，但是身体健康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比较大一个重点，比较一个难的课题。所以一定要把身体保持健康，你才有能力去百分百发挥，让自己的身体能去负担这个高强度的比赛，以后才有办法为球队贡献。记录来说都是给人家去做创造的嘛，其实自己不会去设限，自己一定要可能在某方面像球员打还是打点，我觉得就是稳定的对球队去做出贡献嘛。其实自己的角色就是可能就是打点嘛，可能就是垒上有人，就是想办法把队友送回来，就是可以用很多方式，所以不会去设限，一定要朝哪个方式去做，就是只要垒上有人，就是尽可能把他们打回来，就是目标，然后就是朝这个方向去做努力，然后让自己的身体素质可以更强壮一点，然后去面对120场。目标一直都有啊，因为有目标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嘛。那去年是拿到打击王，但今年不会去延续去年说，因为拿到打击王，然后就对自己很放松，很轻易就忽略一些小细节，但还是会一样维持去年很亢奋的那个感觉在球场上，这都是我目标，也不会要求自己在今年一定要拿到打击王还是怎么样，但我觉得把这个小细节一步一步去做，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目标，不会要求自己一定要拿到什么奖项。对，你说要达到什么目标？其实我一直打职棒以来都没有什么设定什么太记录的东西啦，是因为就像好比春训，我就觉得完整一点，不要受伤，然后把它全部的训练内容跟课表把它一一的完成。我觉得这是对我现在现况来讲是更重要的事情，因为可能我的在球队的年纪比较长一点。那所以，我并不是会很在意我
技术层面上的问题，就可能会去引导其他选手啊，或是教他们怎么做啊。那当然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也要去把我应该做到做好做好做满，不会去要去带领他们或是做其他事情，把我自己的放弃掉。Rakuten Monkeys 一步步的扎实训练，选手们将一颗颗落下的汗珠转化成新球技的能量，期待新球技勇敢迎接各种挑战。